哎呀，不争气啊！滚，打他，打他！你，我叫你们什么？打他！你，揍他，揍他！你，哎，哎，说，哎呀，曹叔，曹叔，你懂这个？蹴鞠啊，是一种非常讲究这个战略对峙的游戏。你说你这些球员都是死缠烂打、光凭蛮力，这能赢得了吗？啊，子豪哥，我萨足球队去年一共40场比赛，3胜36负，惨呐。那还有一场，球员犯规太多，竞赛都不少。你战功不错嘛。子豪说笑了。抱他。我爷爷看。爷爷。他时常跟我念叨你，说是晚上能上我那儿坐一下，可好？哎呀，这啊，看球看球，先看球啊。好球！太棒了，谁说好球？谁说好球？哎呀！提的这是什么人？简直太臭了！童爷爷，拜见童爷爷。爷爷。子豪啊，你看了比赛了？回程爷爷的话，今天我去看比赛了。这场比赛真可以说是精彩激烈，荡气回肠啊。萨斯路队也可以说是虽败犹荣。哼，败就是败，还荣个屁呀！老夫的面子全丢尽了。要不是你在啊，我非得揍这个小兔崽子。啊，程爷爷息怒。纵观全局来看，我认为今天我们的球员都发挥出了精湛的球技和无畏的拼抢精神，就算在落后对方14比分的情况下，仍然毫不气馁，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真是难能可贵呀。嗯，可是比赛啊，跟打仗一样，看的是结果啊。对啊，这点德昭兄真是难辞其咎啊。可我一直在想，我们的单兵素质那么强，为什么会大比分落后呢？很明显啊，缺乏配合，有勇无谋。老爷子高见，我认为球员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，应该在赛前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，对待不同的对手有不同的策略，变换不同的队形，还有应该把每个球员安排到能发挥到他们特性极致的位置上去。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教练应该学会随机应变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注重的问题。子豪啊，深藏不露啊，啊，小小的年纪竟然懂得蹴鞠之术，这些也都是从我父亲传给我的那本武穆遗书中看到的。没事我就翻翻，略知皮毛。皮毛。吃了就不错了。来来来，坐爷爷这儿啊，坐坐坐。谢谢程爷爷。哎呀，子豪啊，现在这个冬季大赛马上就开始了。我们这个队啊是6连败了，再不扳回来，6年倒数第一，老夫这面子往哪搁呀？啊，现在呢，我想请你当萨子路队的总教练。真是嘴给婶子惹祸呀，看来这次躲也躲不掉了。你说你到底当是不当？也罢也罢，如今的国足一塌糊涂，从娃娃抓起根本就是屁股，要抓就得他妈从唐朝抓起，米卢算个屁呀，老子豁出去了。想什么想，到底当是不当？当，就包在我身上。好好好，来人呢，费雄，今天呢我们要喝个痛快。是。
小侯爷能行？能行。夫人啊，不让你们这些人去后宅，实在是难为你们了。老是那么跑前跑后的。后来我琢磨了一下呢，咱们要弄一个土电话。夫人。夫君，夫君，夫君喝多了，没喝多。夫君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话？真的是太神奇、太舒服、太贴心了。什么东东？就是夫君早上送给我的那个很贴身的东东啊。夫君，你看，怎么动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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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动都不怕。夫人喜欢就好。谢谢夫君。怎么谢？等过几日齐心身体好了呢。好。这么早就来了，还真是干事业的人哈。哪里啊，钱总。主要是秋天的比赛要再输的话，爷爷非给我抄斧子不可。那就走吧。昨日的比赛有数名球员受伤了，今日也得不宜再训练啊，过个四五日再说吧。今天不能训练不代表不能总结经验啊，昨天新办，这不正好组织大家总结一下经验，讨论一下战术，再回放个录像看看什么的。子华兄，子华兄，我今天带你去同福楼对诗会的。对诗会？那有个屁意思，一帮穷书生唧唧歪歪的。子华兄有所不知啊。这对诗会啊，全都是文人墨客、窈窕淑女啊，嘿嘿，你到底去不去？窈窕淑女？那我跟夫人请个假。哎，慢，你且与夫人说是与我商议蹴鞠事宜，万不可跟她说起对诗会的事儿，切记啊。走着，走。走走走。二女，夫人，你喜欢老爷吗？一眼就看出，人小鬼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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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酒量啊！德昌兄仗义啊，兄弟海量啊，不愧是豪杰之士。今天既然如此雅兴，小弟就献丑了，为大家吟诗祝酒，怎么样？吟诗祝酒，这个好。男人不喝酒，交不到女朋友；喝酒不唱歌，那酒等于白喝。说得好，子华兄。一语就道破了这喝酒当中的玄妙啊。既然如此，是人，那我就献丑了啊。前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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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金家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中央。好，好，好，一首。怎么样，小弟，我斗胆献丑了，也为列位啊，献诗一首。程兄要来一首，你回去。敬万里兮渡沙漠，为君将妻分匈奴，路穷。学习诗任摧，世中王喜名已退，老母已死，虽欲报恩将安归。我听我爷念过。爷还会念诗呢。Thank you.
刚刚对面吟诗的是谁？回公主是通国公崔老将军的孙子崔章崔氏人。就是这声音如此吟绵无力，那接下来这个又是谁？回公主，这位是程老将军的孙子程初程多昭。果然有程家门风，就连这嗓门都颇有金戈之声，吓得本宫心惊肉跳。哎，各位兄台，今天大家聚会，我发现子豪兄一直都不动声色啊。哎，没错，是不是？久闻子豪兄可是诗画双绝，不如借景旁色作诗一首，也给我们添添情趣，让我们见识见识子豪兄的大才，怎么样？没错，子豪兄，子豪兄来。诗画双绝可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小弟前日那个脑袋犯那个病，现在还不太好，诗画这个记忆已经忘了。各位要是不嫌弃呢，那我就给大家来个舞刀助兴，如何？好，太好了，那小弟就献丑啊！我这个降魔刀法，可是我在失忆之间用心悟到的，总共88/64式。耍起刀来，刀在人在，精尽人亡。你们大伙儿都给我闪开！快刀，此刀法怎么如此有韵律？抖刀。完全没有见过的刀法，重骨头，甩刀，拧刀，此刀法果然新颖。再有就是暗器了，哇，那暗器我行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这个人是谁？他在做什么？回公主，此人便是因失忆症而传遍长安城的王修王子豪，他现在正在舞刀弄枪，其套路招式极为深奥，奴婢看不明白。他就是王子豪，那九花玉露就是他配置的，他还有一个才情双绝的夫人，是不是？是，正是此人。有点意思，去传本宫的话，请对面的才俊来此做客。是。真叫我自己来。哎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夫人，夫人，是小侯爷让我们来挂土电话的。这土电话是干嘛用的？小的也不知道，反正老爷就是说。你先等会儿，夫人。你继续说。你别闹。小的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小侯爷让说挂了这个土电话，然后夫人就不允许我们进内院，也就是说不让我们进内院，有了土电话就能一劳永逸，也就是说呢，就是这次进内院永远不让我们进内院。行了行了，说了半天都没说清楚。二娘子，你告诉我这土电话是干嘛用的？老爷让做的。我问你是干嘛用的？能方便联络。怎么个方便法？哎，夫人，那个还是让我说吧。是这样的，这个土电话呢，您和老爷在后院摇这个铃，前面那个铃呢就响了，我们这些仆人呢就知道你们和老爷出事了。如果我们仆人出事了呢，就在前面摇那个铃，然后后边的铃就响了，你就知道我们仆人出事了，就是这么便利。夫人这办法果然神妙，你们继续。哎，等等我呀。这波行不行？各位才俊，兰陵公主有话，请到对面雅间一叙。走。见过公主，见过公主，见过公主。都坐吧。今日在此偶遇我大唐才俊，虽冒昧相邀，感谢各位赏光。不敢不敢，我等受公主相邀，荣幸之至。在下崔章，谢公主赏识。在下程初，见过公主。公主体态优雅，真天人也呀。贱的。子豪，你刚刚舞刀并未尽兴就被本宫打断，是否继续啊？公主，子豪兄的刀法虽然精准，但是这刀剑无眼，更何况雅间又十分狭小，不如我们在这雅间里来饮酒猜眉，或者是作诗作赋，或者抚琴高歌，公主意下如何呢？
衣冠禽兽。哎，师兄言之有理呀、啊。不过我病后失忆，诗词歌赋我看就免了吧。要不咱们换点别的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我行，不行啊。都是禽兽，想看我的笑话，没那么容易。子豪，既然大家都不同意你取消，那就按世人说的办吧。一会儿你若真觉得为难，本宫替你向他们求个情，如何？哎，公主好意，子豪心领了。啊，一会儿还请公主手下留情，多多周全。吴先生，夫人让你算一下，今年的收成能兑换多少银子？比去年多了20成。哎呀，今年的日子好过多了，再加上小侯爷生病的时候接的那些礼金，侯爷府总算是缓过气来了。不，这接来的礼金呐、啊，早晚都得还出去，这些个不能打在开销里。啊，说的也是啊，接多少还多少，人情往来自古都是如此。不过也知足了，前些日子夫人还要变卖嫁妆和首饰呢，现在看用不着了。咱们王家的先人显灵了，让咱小侯爷害了这么一场大吉大利的病。嗯，钱管家。哦，钱管家。哦，夫人。夫人，把礼品里那些药材都运到我娘家去，放到药房寄卖了吧。哎，别忘了跟我大哥说，都是上好的药材，一定要现银入库。是，夫人。子豪输了。哎，子豪输了。公主赢了。公主赢得好。我输了。知道为什么输吗？输就输了，还用知道为什么？我给了你5枚棋子，你手里有3枚，还剩几枚啊？2枚啊。那你为什么把那2枚棋子放桌子上？啊，子豪输了，公主赢了。子豪输了，公主赢了，公主赢了，公主赢了。子豪，用不用本宫替你向他们求个情啊？哎，不用不用，既然输了，我就认罚，别坏了规矩。那我就吟诗一首。好，说说你。好，听了，听好，听好，听好，来了啊。老子就嫖上一手，让你们都傻眼。快点，快点，别墨迹了。对啊，快点。宝轮金地压人寰，独坐苍冥起玉关。北岭烽烟开未却，南轩气象震伤山。霸陵车马垂杨里，金国城池落照金。暂放尘心游物外，六街钟鼓又催还。哎，还让人活吗？不是说这失忆了就不能作诗吗？这还让人活吗？好吗？好诗，好诗，好诗，好诗。不过这首诗的作者不是我，我爷爷。去你爷爷的。说来有些不好意思呀。哎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就再嫁祸他一回吧。这首诗的作者就是贱内王陈氏，字学友。这么晚了，夫君怎么还没回来？这个蹴鞠有那么好看吗？该不会是旧病复发，又去找那个狐狸精了吧？你先下去吧。子豪兄可真是好福气啊，娶得如此才女，真是羡煞旁人。子豪兄真的是可怜呐，妻室才情如此卓绝，
这平日里子豪兄该如何在他面前昂首挺胸啊？是啊是啊，此等女子只可远观，不可迎娶。我如遇此女，定然以死相拒啊！哦，二位说的没错，子豪兄惧内的这个事情是真的。你不知道，他每天都围着他夫人的裙子打转呢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他上我们家用餐都要先下人回府禀报。真的？这听我哥说了啊！哎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他夫人派下人来我府上来一趟，你知道他的表情是什么吗？夫人，夫君，我被程初那小子给骗了。怎么，要紧吗？他本来说要带我去蹴鞠队的，可是走着走着就到了同福楼。你知道我失忆之后根本就不记得路，我就被他给拐骗了。然后呢？他们干嘛？为什么要欺负夫君啊？他们说要猜谜，我当时喝的神志不清，稀里糊涂的就跟他们去了。可怜的夫君被他们算计了，这帮人真坏，竟然欺负夫君失忆。我还输了。夫君，我哪里会做什么诗词歌赋啊？当时我很绝望，我很气愤，我很孤独。可是上天还是眷顾我的，我冥冥之中看到一个女子飘然而来，神奇的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。是谁啊？就是夫人你呀、啊，我最最亲爱的夫人呐、啊，是你给了我勇气，给了我希望，给了我力量，还给我做了一首诗。我给夫君做了一首诗。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个日本人，我真想抽自己两个嘴巴。我还给夫君做了一首诗。是，你错了。你当时风姿绰约，体态婀娜，你就像那救苦救难的活菩萨，普度苍生的女神。你清气朱唇，声音美妙动人。宝轮金地压人寰，独坐苍冥起玉关。北岭烽烟开未却，南轩气象镇上山。霸陵车马垂杨里，巾帼城池照落轩。暂放尘心游物外，六街钟鼓又催还。你都不知道，当时我念完这首诗之后，他们一个个都什么表情。让他们还敢欺负夫君，我的夫君最有才华了。不，是夫人你有才华。这首诗是夫人神魂相魄授意我做的，所以这首诗的版权应该归夫人所有。我？当然是你啊。其实好幸福。我当时就义正言辞地告诉了他们，这首诗的作者就是我的夫人。我？你跟他爹说，这小侯爷大病一场以后，这花样才真多。我觉得也是。多说几个字能死啊？从小就这样。对对对。二夫人，告诉侯爷和夫人，那个今天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他怎么就走了呢？就你废话多。爷子，爷子，走。哎呀，子豪这小子真是太抠门了，给我这么个小瓶，不够爷爷玩的呀。爷爷，我回头找这小子再给你要几瓶去啊。别回头，马上去啊，顺便问问他那个教练还当不当，现在马上到赛季了，要是当就让他痛快点，顺便呀多弄几瓶来。行，爷爷，那我现在就找他去啊。哎，过来。你说，别跟他直接说我要啊，想个辙，多糊弄他几瓶。哎，
快去呀！哦哦哦，好。嗯，老爷，老爷，别动。夫人，夫人，你快来看，你已经名动长安了。这是士林诗会的邀请函，夫人赶紧准备准备。你不是一直惦记这个诗会吗？可是夫君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这首诗本来就是你有感而发，版权应该归你所有啊。不合情理呀。什么不合情理？我们是夫妻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我们都一样。至于你愿不愿意去呢，那就是你的事儿了。但是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什么合不合情侣的事儿，太伤我的心了。夫君莫伤心，那妾身去还不行？嗯，快去准备准备。哎，对了，你一定要有自信，来跟我说一遍，提童服是我做的。提童服是你做的？哎，不是，提童服是我做的。提童服是我做的？对，提童服是我做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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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好，按这个节奏啊。二夫人，程小公爷到访。提童服是我做的，提童服是我做的。程府的小公爷到了，在前厅等着呢。哎，这小子昨天黑了我，今天还找上门来了啊？那他还来找夫君做什么？不会又是去参加那些乱七八糟的诗会吧？什么乱七八糟的事？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应该是找我当教练的事。我答应了他爷爷，帮他们训练那个蹴鞠队。哦，那既然是答应的，夫君就随他去吧。小公爷，国公爷安好。啊，安好，安好，安好。钱叔啊。哎，子和兄昨日可安好啊？安好，安好。嫂夫人没闹腾吧？一切都安好。哎，小庄兄。哎，小黄兄。早上兄。这么早就来了？怎么着？该不会是又来找我猜媒的吧？哎，我哪会猜媒呀？是我奉了爷爷的军命，请你这个总教练上任的。啊，这事儿啊。那走吧。那个子豪兄，你那个酒花玉露还有多的没？梅郡主想讨要几瓶。梅郡主，相好的啊？你先前的事一点都不记得吗？梅郡主是我堂姐，很是讨我爷爷喜欢的。上回子豪兄你送爷爷几瓶那酒花玉露，他试了试，也很是喜欢。昨儿找我要来着，我也不好说不啊，毕竟爷爷宠他宠那么厉害。啊，那行。那明儿上我那儿再拿几瓶吧。哎，不过我那儿也不多了，而且再做的话原材料都不够了。见外了不是？缺什么材料你跟我说呀，我认识的客商多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就算有材料我也没时间做呀，我不是得忙活你们家那个蹴鞠那件事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只能这回劳烦伺候着你了。下一次你再制作酒花玉露的时候啊，缺材料我给你张罗材料，缺人手我跟你打下手，行吗？真的？哎，那行了，走吧，走走走。怎么回事？回小侯爷，是门轴坏了。门轴坏了？嗯。哎，你去弄块锡皮子，把那个门槽跟那个门轴都给它包上，然后弄点什么呢？弄点猪油到里边，以后这门轴就不会坏了，肯定特别耐磨。明白了吧？钱管家，哎，夫人，侯爷跟小公爷走了吗？刚刚出门。晚饭前，您让人派车去把小侯爷接回来。哎，可别让小公爷把咱小侯爷带坏了。是，夫人放心吧。
如今长安城这么盛行五人蹴鞠，那养一支球队要花不少银子吧？子豪兄有所不知啊，虽然这些王孙贵族喜欢这个，但你要让他们自己掏腰包，谁他妈也不乐意。他自己不掏腰包谁掏？等着天上掉啊！如今长安的蹴鞠早就商业化了。哦，商业化，怎么还能拉广告、卖门票？这些王孙贵族也下海经商了。这些王孙贵族虽然不屑于经商，但是他们也不代表不从事商业活动。就像我们萨子路球队啊，从来都不收资金。哦，那你说说，我也长长见识。我们程家能给国内外的投资商提供各种方便，只要条件优厚，我们能给那些行商的提供庇护。你要知道，行商最怕什么？就怕的是地方的克扣和刁难。有我们程家的号召力，那是很有震慑力的。你说如此想来，我们萨子路球队能没钱吗？哦，原来如此，瞅准机会老子也逃上一包。你我纵横文坛数十载，却不如区区一女流，可悲呀，可叹。你没来看他吗？的确是好事啊。庄师们好，龙家来红，庄师们辛苦了。回答不上来了吧？这是邓爷爷的范儿，早就知道回答不上了。这帮小兔崽子们，谁要是不听话，你就直接踢。这个踢什么踢？你怎么这么粗野呢？大家都是文明人。同志们，下次记得要喊“为人民服务”。为人民服务。我。王修王子豪已婚，这次来就是给你们担任总教练一职。之前呢也看过你们的比赛，非常的勇猛啊，在赛场上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，有些人不止把敌人打得满场跑，还险些把人打成残废，实在是纯爷们儿。但是呢，我希望你们能在打人之余再多进几个球，这就完美，这也就是我来这儿给你们当教练的目的。好了，我们就算认识了。现在呢，大家分为两组，我们打个友谊赛，我来看一看大家都有什么特点。来来来，踢上踢上。子豪兄，这帮小子素质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德哲兄，啊，你马上准备一下球队和球员的资料，拷贝一份给我。拷贝？就是整理一下。哦哦哦哦，行，我尽快。诸位，都观战好了吧？那我就收起来了啊。收起来。哎呀，多看一会儿嘛。这才是好事，简直就是震古烁今、空前绝后啊！这王臣雪莹是哪家的闺秀？是啊是啊，真是个女子所作吗？你是不是傻？多傻多傻啊！这男人有两个姓的吗？是是是。哎，那你与这位方家是什么关系啊？这个嘛，说来话长啊。我听听。这此女高才，在下有幸与之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少时的玩伴，如今的好友啊，至今关系还很暧昧。各位文坛前辈方家，小女子王晨雪影，这厢有礼。真是才女啊！啊！是我大唐的诗仙，国中的花魂呐！兄台有如此好友，真是享受了齐天之福啊！哎，人来了，去啊去啊去啊！哎呀，真天人也，能见诗仙一面，不枉活此生，我死而无憾。哎，快走，仙女快走，仙女，仙女，我保护着你啊！冲上！这干他妈什么呢？快快快！你们这踢的什么玩意儿啊？这干嘛呢？传传传！
快点！别追，中线！哎呀！哎呀，不是，那边的，你们能不能行了？船往这边船，踢！快快快快快！实在不行，头脚顶船，顶开呀！射射！哎，我去！穿过来！80米远射后卫，远射也射开一脚，哎呀，真是天人一样，诗仙呢！哎呀！师太，大唐的诗仙啊，我又泼了墨水，砸毁书案，回去烧了书房，从此以后封笔了。哎，封笔了都。今天我老程要宴请王子豪，大伙儿都精神点啊，千万不能慢待了他啊，精神点啊。哎呦，子豪啊！对，哎，坐。我，程爷爷请，程爷爷请。爷爷，我呢？你呀，子豪啊，哎，离这个比赛还有3个多月了，非常紧张和辛苦啊。我听说你这个教练员不简单呐，你还有很多他家的新理念，哎啊，什么下底传中啊。包抄到位啊，还有这个80米远射啊！我问你啊，这80米远射是这个五木一书里说的吗？对啊，为了当好这个教练，我特意回家又重新翻阅了一下。这些蠢材给你添麻烦了。应该的。啊，其实这个80米远射虽然是玄妙的一招，可是现在这个条件实施起来有点难度啊。哦。是不是这些蠢货没有天赋啊？有没有？程爷爷教导的人都是出类拔萃啊！问题不是出在人上，而是出在这个球上。啊，这球，这可是当今最好的球啊！啊，对呀，球是好球没得说。无论是从款式还是做工，关键是出在这个制作材料上。这几天呢，我也留意了一下，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球啊，都是用这个毛纤制成的，里面是死心的。这个球呢，虽然球员们可以足不离球，球不离足，可是，这个球踢不高，踢不远，无法施展。这个蹴鞠不就是这样吗？这个蹴鞠是这样，可是这个足球就不一样了。那，子豪，你这足球又为何物啊？这个问得好啊！这个足球呢，就是蹴鞠的升级版。足球外面是皮，里面是囊，囊里边充的是气，这样呢，它踢起来又有弹性又结实，踢到人身上又不疼。哎，这好啊！哪天拿过来让爷爷看看。哎，如果好的话呀，咱们就踢它。爷爷莫急。这个足球我是一定要做的，可是就目前的条件来说。我还得再回家研究研究。哎，子豪，你还研究个啥子？你只要说话啊，有需要什么你就说。长安城有的是能工巧匠，只要我。爷爷一句话，全派来给你打下手。哎，好了，闲话少说了，咱们先吃着喝着啊。好，来，子豪啊，我先敬你杯啊。我敬爷爷，我敬你了。快，跟我去刷马车接人家。来，大伙儿吃着喝着啊！来，咱干一杯。咱爷俩有缘呐！哎呀，回国公，回小侯爷，侯爷府的马车来了，说是要接您回去。啊，爷爷，我这次真的得先回去了。我也不能让我夫人一直在家等着我呀。子豪兄，局内呀。得了，爷爷啊，成全你啊，去吧。哎，谢谢爷爷，告辞。这小子呀，怎么看都不像大唐的人。宝轮金地压人寰，
独坐苍明起玉关。夫人，士林诗会有何心得呀？夫君，我现在还晕晕乎乎的，你跟我说那个题同福真的是妾身写的吗？真的是你做的呀？版权这种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哎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自从我失忆之后，一直都没有见过老丈人，我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了。家父身份微贱，不劳烦夫君挂念。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爹呢？我今天呢，听德昭兄说，长安城的王孙贵族和商贾们相互勾结，又听钱叔说，说我老丈人有点困难，所以我就想了一招，能让我老丈人东山再起。什么妙招？合作经商。合作？你堂堂一小侯爷，怎么能做小买卖呢？哎呀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咱们不是有那个九花玉露的配方吗？这配方是我的，是夫君给我的，我谁都不给。你老子你也不给啊？什么是老子啊？反正我谁都不给。你老子就是你爹，我老丈人。那也不给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九花玉露的配方，少下几味药，一样可以达到驱蚊的效果。如果咱们能把这个药放在我老丈人那个药房里出售，那肯定是财源滚滚的好生意啊。招秘方下药的时候，不用外人，都用咱们自己人。自己人？谁呀？那如果能发财的话，咱们就能把云家庄的地全部买过了。云家庄？你不是说云家庄惦记我们家田产吗？你怎么还惦记起人家田产呢？那要看咱们能不能发财。你轻点儿！哎呀，哎，嘘！啊，二女在听前根儿。哎呀，我早知道了。二女，你别磨蹭了，赶紧进来了。我知道你在外面。哎呀，知道他头对你还乱叫。这丫头肯定在帮我掐时间呢，装作赶过来的样子。老爷，夫人，二女啊，刚才你可都听见了？真的没听见？外面蚊子是不是很多呀？不多，你看你脖子上咬的那个大包。听见就听见了，我又没说什么。叫你进来有两件事儿。第一，以后在门口偷听的时候，别吃瓜子儿，吃桂花糕，一嗑瓜子儿吵的人晚上睡不着觉。第二，你的按摩手法比夫人的好太多了，一会儿你来过来给我按啊，用我教给你的泰式按摩法，记得吗？哎呀哎呀呀呀，让你嫌弃我，我就掐。哥，别掐了，我跟你说，二女的按摩手法真不是盖的，不信你也试试。二女啊，今天你先给夫人按。啊，夫人，请。程小公爷子。嗯。别说啊，子豪这主意真好，门主这么一弄啊，开关门连个吱吱呀的声音都没有。想和你比武？他摸我屁股？想和你比武？谁？是小蝶吗？我二娘子。别动了，你可真敢想！我们程家的绝学可是家传的，是你想比就比的吗？和你比武，神经病！
想和你比武。